啊，我最喜欢吃，其实我不是只有过年在吃，我平常都在吃，那就是萝卜糕。尤其是过年吃萝卜糕特别有感。有一年呢，也就是每一年的除夕，大家都要守岁，我要陪我妈那个打麻将。只是我那一天呢，奇怪了，我刚开始几把牌，我是非常非常刻意的放炮给她，可是哎，放着放着就一直在放炮哦。连那个就是我的晚辈，我妹妹，她也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输给她。后来我就去吃萝卜糕，我告诉你，第一把我就大赢，到第二把的时候，第三把的时候，我又放炮了。为什么？我发现我妹妹在吃萝卜糕。